哦，那个想你了吧，上车吧。接我坐前面，我补妆，一会儿办点事儿。岳云斌，你没咋了？今天什么啥情况啊？怎么坐前面了？刚说了补妆，一会儿送你。啊？怎么了？手机好像没拿，我上去取一下。那你快点去吧，姐。嗯。要不我跟你一起上去呢？不用了，你俩在车里等我吧。那你快点回来啊。我一直想问你，跟我姐认识多长时间了？一个多月了吧。咱俩也认识快一个多月了，为啥你俩进展这么快啊？确实，从小到大，我姐接触过那么多男的，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那个。其实谁还没个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你姐她那么优秀，有人追她很正常。你还挺宽容，那你觉得我和我姐谁漂亮啊？ Holy shit。 你俩有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，那黄龙江一派它必带蓝牙。啥意思啊？你们聊什么呢？啊，你妹说她等会儿跟朋友喝茶，让我上后备箱给你拿点普洱，最近龙井和毛家有点喝多了。啊，慢点啊！哎，一起吃饭去。我送你呢，要不我送你呢？哎，嘿。